来，请坐。咱第30届的这个民政委员吼，大家较早啊，大家早安啦吼，即一寡原住民的听较无啦吼，但是中国话我阁袂晓讲咧吼，所以较歹势吼，因为讲袂认同啦吼，我单位是足认同的吼，所以讲了真顺啦吼。今仔咱人较少吼，但是少年人较侪呢吼，所以这到底是好现象啦吼。今仔较歹势吼，我即马讲话较少声吼，因为昨吼，毋是嫌人小妹少声啦吼，因为我昨吼走去即个北海岸，伫金龟礁遐吼，去遐写生啦，海风有够大个啦。吹伫遐写生，差不多3点钟吼，伫遐吹都无安怎，转来煞，煞会烧声咧吼，种奇怪啊呐咧吼，所以讲话烧声吼，较歹势吼。即昨昏毋知各位有看到报纸无？《中国时报》咧报讲，即个政坛吼有一个杰出好友，叫做黄文雄啦吼，所以。真侪人甲敲电话，佮迄个 email 有人寄予我，讲黄文雄吼是政大杰出校友，我到底啥物代志安尼吼？昨昏我佮去 7-Eleven 佮买一个《中国时报》去来看吼，确实有影嘞吼。第一版哇，迄个大标题就讲政大杰出校友，伊写黄文雄吼政大杰出校友啦吼。种奇怪嘞，政大是国民党的，即个会使讲是中央大学呢，是党国的学校吼，专门咧训练国民党的即个干部的所在吼。那会推荐一个黄文雄即个刺客吼，刺杀蒋经国的人，变作政大第一届第一届推荐的这个杰出校友吼，我是讲，台湾是不是要变天啊呢？吼，结果我来了解的内容吼，因为政大也好，成大也好啦，吼，我是成大的吼，即国立的学校吼，你若不是民进党，不是国民党员吼，真困难伫迄个大学内底吼，担任迄个教职啦。助教也好，教师也好，第二去哩吼，一定爱入党。政大佫较免讲啊，一定是国民党个啊吼。所以伊推荐，我想是迄个过程，因为要推荐即个杰出校友吼，就是各院啊，是各系随推荐即个名单啊，去到校长迄边吼。所以政大新闻系呢，伊就先。推荐吼，因为这个系主任我捌哩吼，真台湾心吼，台湾艺术足强的吼，这个系主任吼，伊就讲黄文雄都一个杰出校友，绝对无问题啊，吼，就推荐伊，但是伊有策略就对啦吼，伊推荐3个人，其中2个呢，我是唔知我咧摇啦吼，可能是讲好个啦吼。伊都即个三个人的名单送伊个校长遐，吼，校长看看，都3个人啊，其中一个黄文雄尔吼，最后即3个人内底吼，2个退出啦吼，所以留一个黄文雄，即个校长煞一到第四件咧，袂当讲咧，吼，所以就推荐黄文雄出来吼，哇，报纸头版新闻叫做黄文雄啦哈。黄文雄有一个刺蒋案里面的黄文雄吼，所以这代志昨哇10点外咧，我都要准备要困啊，今仔要上课咧吼，搁一个记者吼，姓谢，伊个《自由时报》迄款，敲电话来问啊，
啊，问讲诶、欸，啊，你甲黄文雄到底是安怎安尼吼？我讲哇，啊，这故事讲三遍三讲，啊，你怎啊要叫我安怎讲吼？好啊，就是要甲我访问安尼啦吼。啊，我简单甲讲一下吼。啊，伊就讲要讨黄文雄的电话吼。啊，我就电话好伊咧吼。啊，就咧困啊，十一点我搁卡来，我唔爱插伊啊，做我困啊吼。嘿，啊，所以今仔报纸唔知有出来无，我唔知啦。啊，拄到啊，拄到迄个地址都地址呢吼。伊讲伊昨下看到泡面顶呢，啊，拢写我的名呢。啊，到底是结识好友是黄文雄还是地主仔煞啥无咧？所以是安尼啦吼。啊，我是黄文雄伊小妹呢，就是我第一个太太啦吼。啊，到尾有离婚啦吼。啊，所以伊甲我的关系就是。古啊的关系吼、哦，啊，我伫美国，我先去美国，啊，摕着硕士了吼，啊，伫纽约市建筑师事务所吃头路吼，啊，黄文雄确实真杰出吼，伊咧政大新闻系哦，伊英文基础非常好吼，啊，英文真好写吼，文章真好写吼。啊，伊就先去考那个大学，要读迄个博士班。啊，去考那个时阵吼，拄拄李登辉，我那伫考那个大学吼，所以伊甲李登辉嘛差不多好友咧吼，伫迄个所在。啊，到尾因为伊甲我的关系吼，啊，阮了解即个蒋经国要访问美国，啊，伫。迄当时呢，伫美国、日本啦吼，啊，巴西、美洲，遮个即个台湾人吼，留学生啦吼，我讲哇，足赞的吼，啊，即、這个蒋经国要出国，安尼上好啊，啊，就爱甲暗杀吼，大家拢咧画暗杀就对啦吼。结果呢，就是干那美国吼，我甲黄文雄去撮会即个代志吼，啊，所以。一天呢，多多1970年无42当前的代志啦吼。1970年4月24日，啊，蒋经国来到纽约市一间大旅馆的这个所在，有一个晚餐啦吼，就是这个午餐宴请这个美国的这个生意人吼，要做生意就对了吼。啊，我就知影这代志咧吼，啊，就事情就讲哇，啊，这机会遮尼啊好吼，啊，要安怎，要安怎开枪啦吼，啊，当然枪呢，伫这个大都联盟吼，伫美国这大都联盟，我迄当时是做大都联盟秘书长吼，我叫下骹人举枪来吼，我就举两支枪来咧吼，啊，一个枪支吼。啊，我想讲，哎、欸，啊，即天可能唔免两支枪咧吼，一支枪就好啊咧吼。那进门安尼拍来吼，我想伊就乌好爱在啊吼，就去啊咧吼。啊，所以决定一支吼。啊，一支的时候无一个人开咧吼。啊，所以4月23日，啊，阮就开会啊，讲啊，搭日时隔天到底啥物人要开枪咧吼。啊，你嘛就是讲，大家拢咧画暗杀咧吼，哎、欸，暗杀那就真简单啊，看电影足济啊吼，吼、哦，迄、那个无声，迄、那个转落吼，啊，就变变啊，无声就翘牙咧吼，哎、欸，啊，你三个留学生都啊讲几波，啊，啥物几枪，无人敢讲咧吼，心情真歹啦吼，啊，我想讲啊，无安尼好啦，啊，无我来开啦吼，嘿、欸，王母娘，我哎，袂使袂使。啊，你啊有某啊，咧，佮有两个囝咧，你开啊吼，牺牲小拖。伊讲卖嘛，伊要开。伊迄当时呢，也袂娶某，啊是考那个大学的博士班吼。伊讲伊来开吼，牺牲较少安尼啦。啊，所以真无简单吼，啊真勇敢嘛，真伟大吼，敢安尼做这个决定吼，真无简单啦吼。啊，所以迄一天呢，透早呢。我啦吼，啊，阮迄当时的太太叫做黄金美吼，即、這个黄文雄的小妹，伊穿呢
放在伊个汗罗巴骨里，吼、哦。啊，甲黄文雄坐啥物人个车呢？坐蔡东营个车啦，吼、哦。蔡东营可能咱拢知影吼，即、哦、马是立法委员吼、哦，啊做真久啊吼、哦，啊佫是民视个较早董事长，即马是地下董事长啦吼。哦伊就载阮到现场吼，啊现场了呢，哇，伊就流酸了呢，毋知走去倒啦吼。啊事后人甲访问，伊讲伊走咱中央公园啦 ，Central Park 要去找停车啦吼，啊实在是无影，因为 Central Park 吼无咧用停车吼 ，Central Park 咧用公园，咧用散步的所在吼。啊主要我甲想，因为伊知影吼会发生代志吼。啊、所以就无要来现场就对了。啊、所以迄一天呢，黄文雄就黄金玉将这支枪摕予黄文雄哈，啊，黄文雄就秘入去大饭店的大厅内底哈，啊，大厅内底拢充人呢哈，什么款人？警察人员啊，吼、哦，迄、那个纽约，迄、那个联邦。吼、哦，联邦政府的政治人员，纽约州的政治人员，啊，佮纽约市的政治人员，吼、哦，啊，佮加上中华民国的私人保镖的，哇，大厅拢人啦，啊，黄文雄都钱在内底啊咧，人也毋知伊啥人啊，吼、哦，因为拢无共单位来啊，啊，所以伊看起来嘛是政治人员的吼、哦，啊，所以到十二点的时阵，哇，真正。乌头啊，车落来啊！啊，蒋经国，我拄徛伫迄个饭店门口吼。啊，蒋经国坐伫乌头啊车后壁坐吼。啊，到迄个所在，人个开门，伊就慢慢行入去即个饭店的大旅馆啦吼。啊，距离黄文雄差不多无甲十公尺吼，黄文雄就开始开枪啊！吼，啊，开枪照讲呢，遐近吼。目睭开开嘛，开会到啦吼，唔免啥物训练吼。啊，但是伊边啊徛，拄啊徛一个警察，吼、哦，真大张呢吼。将伊手甲弄一下吼，伊拍伊迄个枪吼，离蒋经国个头壳差不多二十公分啦，拍无着吼。啊，拍无着，也无机会拍第二门啊。伊手落警察杀嘞吼，人甲饲落涂骹吼。啊，因为你开枪啊吼。就发生代志啊！哇，现场大乱就对了。三四个警察就挖来，将黄文雄跌在涂骹哈。啊，黄文雄比我较细汉呢，人细粒子哈，好爱起毛歪呢哈。伊搁等警察两只脚中间搁弄出来哈，啊，怎啊徛起来哈？啊，大声话讲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呐哈。伊讲我徛起来像一个查甫人安尼哈，莫甲跌落安尼哈。啊，所以迄一日的这个世界上大啊报纸啊，《New York Times》哈，也头条新闻就写讲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哈、哦，用这做标题哈、哦。啊，迄当时我看黄文雄跌落涂骹，啊，我就冲我去啊，无想哈，就冲我去，结果都冲也袂到哈，啊，叫警察用个警棍就甲猫一下哈、哦，我目镜破去嘞哈。哦他个开始流血嘞，吼！我是讲啊，刺少刺几波啊，流血，结果是我嘞，吼！啊，照见我啊，拢无代志嘞。啊，到尾我两个呢，都警察查去啊，吼，扣留就对啦，吼！啊，都要甲阮起诉，吼！啊，到尾都用迄个杀人未遂，吼，甲阮起诉，吼！啊，迄当时呢？这个国民党驻这个纽约的代表处吼，哦，就出面去找检察官，讲这两个歹人吼，啊，给关起来，袂使给放出来吼。啊，检察官袂使呐，照法律哪会使讲无罪，直直要人关袂使呐？啊，无讲啊，无你个保释金吼，给定较悬嘞吼。啊，结果阮两个人保释金吼，加加起来吼。是美金，迄当时算起来要到二十万啦吼，二十万是好、哦、天文数字呢。迄当时是一块兑四十块呢，吼、哦，真大伊呢吼。啊，个留学生大家拢散 BP 呢，吼、
有的拢去洗盘啦吼，去参观拍工啦。啊，结果因为这事件哦，轰动差不多全世界吼，哇，大部分留学生大家拢安掏腰包安尼吼，啊，拢捐钱吼，啊，将阮两个交保出来吼。啊，当然交保毋是讲法院要求20万，你爱摸20万叫法院，毋是这個意思吼，因为美国有一个叫做保销的这个公司啦，叫做 Bell Company 哈，那像保险公司哈，法院若讲定20万哈，你可能摸他5-6万去这个公司哈，啊，剩的公司出哈，啊，等于买保险就对了哈，啊，你要保证出色啊，你袂使落跑啊，哈，啊，这个公司就是将这20万摸去法院哈。大部分是拢公司的啦，啊，结果呢，无随规开庭啦。阮是第二天，第二档吼，第二年开庭，啊，结果呢，吴文良到现场开枪要抓，就当然，伊走袂去啊。伊讲有啊，我有做，我做会到，啊，我就甲讲无，啊，我无关系吼。啊，结果呢，这个枪呢？在美国买枪吼，真简单吼。你若有这个驾驶执照，啊，入去这个店面吼，啊，你会当买枪啊。啊，去驾驶执照去登记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啊，结果这支枪是有登记的啦。啊，拿枪来好话，拢无甲讲呢吼。啊，所以检察官对甲这支买枪的这个人吼，这個、人姓陈吼，住伫美国的南部，叫做路易斯安那州吼。啊！检察官去找，啊，找伊要创啥呢？找伊讲，你要出来作证吼，啊，若无要甲你起诉。伊讲起啥物诉啊呢？伊讲你摕武器吼，越过州的界线吼，违反联邦法，要甲你会使甲你起诉安尼吼。你若无作证安尼，哇，伊惊啊皮皮喘吼，啊，就出来作证啊。啊，讲伊无时无日吼，啊，摕几支枪。几粒枪支摕来给我，啊，这个物件是要创啥吼？哇，伊个伊做拢讲出来呢，啊，所以我煞走袂去嘞，所以陪审团咯，我判我有罪就对了吼。啊，所以法官咧讲，安尼好吼，啊，恁两个人，无时无刻出庭吼，要宣判就对啦。啊，要宣判迄天呢，啊，我两个拢溜啦吼，都拢走离开美国了对。我无出庭啦吼，啊，我是走咱瑞典去吼，啊，黄文良先生可能伊走咱加拿大吼，伊倒来无讲吼，到底伊走去倒，还阁歹讲。走啊，我猜是走去加拿大啦吼，啊，伊去加拿大了呢，哇，伊秘伫地下吼，差不多有26天吼，真无简单吼。你讲伫一个外国。啊，秘伫地下，啊，埋名隐姓吼，啊，名毋敢讲，啊，毋敢含台湾人做伙，因为惊吼防备过啊吼，啊，所以会当秘20几冬，啊，看伊变哪生活讲，吼，啊，所以伊主要是做粗工啦吼，去共剪草啦吼，共迄个剪树啊啦，做遮工课吼。啊，维持20几冬真无简单吼、哦。啊，伊是比我比较慢5年，我是1991年倒来台湾。啊，我倒来先是乌名单吼、哦，我是偷渡倒来入来台湾的吼、哦。啊，黄文良是1996吼、哦，差我5年吼、哦，伊嘛是偷渡倒来台湾。伊当时乌名单最后差不多阮两个吼、哦，最后倒来吼、哦，啊，真趣味吼。哦阮两个乌名单偷渡转来吼，国民党拢用违反国安法偷渡入境吼，偷渡入境，甲阮起诉嘞吼。我再5年吼，我被检察官呢，被个判官判1年的徒刑呐，吼，偷渡入境了吼。阮们两个当后转来呢，同样的这个起诉吼。同样的条文吼，
伊判无罪咧吼。我伊甲伊律师真牛，伊安那咧，伊就是引用联合国吼，有一个人权宣言吼。伊讲当时你中华民国有签字吼，签这个人权宣言吼，啊，这个人权宣言内底吼，有讲到回去家己的故乡，你出生的所在的故乡，迄是一个人的这个基本权利，迄是无罪啊。不管有签证无签证，迄是这个人的权利吼，迄无应该有罪吼。啊，结果迄个判官嘛是有良心啦吼，甲判伊无罪啦吼。啊，我五当前去判一年咧吼。我想讲，判一年可能判假的吧？佫毋是呢，佫真正阿厉害关呢。啊，佫关啥呢？关365天呢，哇，一天都无甲减呢吼。啊，普通迄当时呢，国民党的法律呢，你若判两年，啊，关一年，啊，就会当放出去吼，就加刑个。啊，我判一年呢，还歹势吼，你要坐满一年。啊，所以政府甲判两年啊，所以这个判官真恶劲吼，真恶劲。啊，真趣味呢，我伫台湾判一年吼，啊，坐三个监狱啦。一年啊坐三个监狱，啊是安那坐安尼吼，开始甲掠去呢，掠去呢台北土城，吼，甲关伫土城。啊，土城内底吼，一个房间内底吼。佮另外一个人关做伙啦吼，啊，这人是甚物款人？这人是真正杀人的啦吼，杀死因某还是甚物，我唔知啦吼。好，我来佮抗议安尼吼，讲我这判一年也是轻的咧吼，啊，你杀人的重刑犯呢，至少嘛爱七八年、十几年啊，啊，咱拢关关做伙，啊，你狱警是安怎办的安尼？我来抗议，讲安尼袂使吼，啊，你爱我一间房间，伊讲袂使呢，我嘛无房间啊。啊！你一个人关吼，啊！你若自杀，我嘛麻烦嘞。我靠惨啊！我变到个台湾来自杀，那对哦。我袂使，你爱一个房间好啊。好啊！啊！伊就直直找转台湾，直直找吼，啊！找着高雄燕巢一个家家吼，讲有啦，只有房间哦，干了一个人吼。啊！你要去无安尼吼？我是讲啊，互你关吼。关伫台北，关伫高雄，拢小卡啊，吼，拢无自由啊。我好啊，我来高雄好，我著甲阿姨高雄吼。啊，一间房间，哇，有影袂细间，普通关十几个吼，啊，关我一个啦。结果这个房间呢，乌乌臭臭啦吼，啊，地板差不多有诶所在是烂诶吼，你搭落会凹落去迄种啦吼。我想安尼也好啊，我。那食饭饱的到房间内底小行行运动啊，吼，啊，就刷去高雄燕巢，啊，去到遐吼，佮听讲，因这个制度吼，你的刑期呐，剩一年内底吼，会使申请去外衣间呐，吼，伊虾米叫外衣间呢？吼，台湾有三间外衣间吼，就是讲监狱内底无围墙的吼。啊，暗时无锁门诶，吼、哦！啊，迄、那个啊，佫周休二日诶，吼、哦！你会使拜六礼拜，互你请假出去，吼、哦，当个领导安尼，吼、哦！啊，是领导人会使来甲你看咧。我哇，袂歹哦，这度假安尼哪会歹？吼、哦，我来甲请咧，吼、哦！啊，这狱卒就讲啊，你这个案件袂甲你准啦，吼、哦！你这要台中警局袂甲你准安尼，吼、哦！我想阿伯紧啊，我请看卖啊。啊，结果有准啊，吼、哦，有准就甲刷去台南山上乡，遐有一个外衣间吼、哦。啊，所以伫台湾呢，一年关三间监狱安尼吼，这嘛真破纪录啦吼、哦。啊，这个弃枪案吼、哦，我伫国外呢，嘛坐三个国家的牢啦。吼、哦，我走去瑞典吼、哦，啊，美国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讲这个人我要定吼、哦，啊，但是美国甲瑞典吼、哦、有引渡条约吼、哦，所以要引渡。
啊，这个印度不是讲这个人吼啊，甲你抓起来，都甲你送去啊，不是吼？伊如果当地方法呢，官司搁在里拍，这个人是不是会使印度，袂使印度，还搁拍官司吼？我伫遐拍官司，拍差不多三个月吼。啊，水电政府惊我走啊，弄个关伊内底啊，无要我加息、报息啊吼。啊，所以我伫水电去关三个月吼。啊，结果官司呢拍输，吼、哦，伊大法官三个内底吼投票吼、哦，三票对两票，吼、哦，两票讲会使印度，一票讲袂使印度吼。哦因为印度条约内底吼，有一个条文讲啊真清楚吼，就是讲，即个要比印度人的案件，那是政治性质的，也袂使印度吼，啊是讲干涉的有政治性质的，嘛袂使印度嘿。啊，你要刺杀一个国家元首，一个蒋经国，啊，毋是为了钱啊，对无？啊，你为了情啊，啊无是。为了这当然是政治性质啦、啊，啊，但是法官也解释哈，真歹讲啦吼，当时啊受到国际这影响吼，拍输，啊，拍输了就爱印度啊，哇，印度内底我都伫随地感觉绝食抗议吼、啊，哇，无食无啉安尼吼，啊，结果甲送去飞机顶呢，哇，飞机顶就昏昏去啊吼，哇，这个。Captain 哦，这个飞机师，得赶紧嘞，但是他讲飞起来，佮降落去丹麦吼，都小改变嘞。哇，降落去丹麦就佮送去病院啊。哦，啊，但是丹麦政府也唔敢佮收留嘞吼。啊，即美国警察真烦恼啊，讲啊，呾这个人安尼要送倒来美国，佮送咱丹麦去吼，真紧张安尼吼。哇，建议找一挂公司啦吼。航空公司看要搁甲赔无吼，啊，结果有一间公司讲好啊，我甲你赔这个人吼，结果甲赔咱倒去呢，啊，赔咱伦敦去啦。啊，我无代我就赔伦敦吼，啊，隔天醒起来吼，啊，伦敦的移民局来找我，讲哎，啊，你知你人伫倒无？我唔知啊，我这是伦敦吼，啊，你入来伦敦英国这个国境吼，啊，你无任何证件吼。所以你是依法啊，入来这个英国的国境内底吼，所以我要甲你扣留安尼哦。哇，啊，这美国警察就紧张啊嘛。啊，英国向美国讲，你若要定这个人吼，你还阁重新提出迄个引渡条约、引渡要求啦吼，引渡的要求。啊，所以阁等英国阁重新阁拍官司吼。哇，英国官司阁比水电阁较厉害。拍九个月，哇！九个月呢，我拢关伫内底啊，无要我出来啊。哦，九个月官司哈，啊，英国有影，因较先进吼，因的论点嘛较深入吧哈。啊，结果呢，拍个最高法院哈，五个大法官嘛是投票嘞哈。啊，结果呢，三票对两票，佫输一票去哈。三票讲会使印度，两票讲袂使印度啊，这个政治性质的，结果输去啊，啊输去了就将我啊都等于美国哈，啊所以等于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法院将我判五年哈、啊，五年徒刑，啊美国制度是五年哈，关、啊、三分之一就再加刑啊哈，所以我伫美国关一年。十个月哈，三分之一，啊，得加息啊哈，啊，加息了呢，我就搁等于水电了哈，因为当时无可能无所在人去啊哈，啊，水电政府这个嘛真这个有领导的政府啦哈，伊向美国要求讲，我那伫美国服刑了哈，啊，袂使上等于台湾，哦，啊，所以台湾阮死个啊哈，我袂使上等于台湾。啊，第二呢，那伫美国服刑了吼，随时欢迎吼，啊，回来水电安尼吼，所以了我就回去个水电，啊，所以这个案件呢，我伫国外坐三个国家的牢，啊，伫台湾嘛是生坐三间牢安尼吼，哎，啊，这种破纪录就对了。
所以今仔呢讲啊，等者来吼。啊，拄拄啊，可能这个林姓林永存，我老提起吼，中华民国这个物件啦吼，伊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呢吼，啊，成立叫做民国一年啦吼，啊，一年就是1912啦吼。啊，所以就是讲，公元甲民国吼，差11年，吼、哦。啊，所以你若迄个观念要变吼、哦，你讲民国讲惯势吼，你就该加11吼、哦，就是公元啦，吼、哦。吼、哦，有诶就甲我讲，我是民国25年诶，我毋是，我是1936诶，吼、哦，加这11吼、哦，啊，就是公元吼、哦。啊，因为民国。在1949年都已经死了咧，都灭亡啊咧，无民国这个物件啦吼。但是咱因为教育的关系吼，咱咧读过来拢还佫有民国啦吼。所以我一个朋友，有诶都80几岁啊咧，伊嘛是咧讲民国安怎吼？我民国都无啊，哪有啥民国？吼，啊该纠正吼，啊真无简单吼。啊，所以。中华民国这个物件吼，我想着讲，这个国家甲政府吼是无同的两个这个概念啦吼。政府这个物件会当变，啊国家这个名呢袂变哈。比如讲吼，这个中国的元朝啊，和这个明朝打倒哈，啊元朝嘛灭亡啊，变清朝啊哈。啊，元朝会使讲是一个政府，啊，叫清迄个明朝打倒，啊，明朝嘛就是政府爬起来吼，伊变作明朝，啊，但是伊个国家嘛是叫做中国，吼，啊，所以这个明朝和清朝打倒，啊，清朝起来，明朝就灭亡啊，吼，啊，伊嘛是叫做中国，吼，啊，朝代无同啊，吼，啊，清朝和孙中山打倒。变作中华民国，迄是伊个政府，啊，但是伊个国家嘛，犹原叫做中国，吼。啊，这个中华民国伫1949年，和共产党打倒，吼，啊，共产党成立一个政府，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伊国家嘛是中国，吼。啊，伊成立中国个时阵，中华民国就灭亡啊，吼。一个。国家敢若有一个中央政府，吼，一个国家无可能有两个中央政府。啊，但是1949年呢，这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佫有一个中华民国，吼。啊，中华民国无同个伫底呢，含清朝无同个伫底，伊啊佫有一个迄个残余的这个领土啦，吼。伊还阁一个金门马祖啊，这是中国的领土啊，吼、哦、啊，所以中华民国无完全被灭亡啦，吼、哦、啊，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国，吼、哦、啊，伫首都伫南京啊，伫北京吼、哦，啊，所以变作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国家有一个中央政府，吼、哦，就是、共产党这个政府，啊，另外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是啥物呢？就变作一个走路政府，一个叛乱的政府，叛乱团体。吼、哦，一个国家就是有一个中央，吼、哦，一个正当的政府。啊，另外迄个政府就是变作叛乱的政府，吼、哦。啊，古早时代呢，中华民国存在的时阵呢，共产党这个政府也好，这个、集团也好，伊是一个叛乱的这个集团。啊！但是打赢的时阵呢，变作正统的吼、哦，啊，走路变作中华民国吼、哦，啊，所以这个中华民国伫1945年呢，伊来占领台湾，这是受到这个明军和马卡萨这个第一路命令，伊较有可能来占领台湾啦。伊是代表明军啦吼、哦，因为含日本作战呢。是美国，吼、哦，唔是中国。中国无任何一个枪支拍来台湾，吼、哦，迄是美国。
美国拍日本，啊，当时呢，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啦，吼。啊，咱知影马关条约，日本叫做下关条约，吼。伫1895年，吼，签这个条约，啊，清朝呢，将台湾澎湖永久，吼，台湾澎湖的主权永久割让予日本。啊，所以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吼。伫这个台湾命运的改变，就是因为太平洋战争呢，日本打输，日本打输，台湾嘛打输呢。但是咱拢火气吼，咱拢教育到讲，咱是打赢嘞，我们是中国人哦，那打赢日本人呢吼，啊，其实唔是，咱是打输，咱当时是日本人，吼，啊，所以就是这个关系呢。1945年，中华民国，迄当时嘛正康吼，袂使讲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因为即个马卡萨的行政命令，第一道命令，伊是咧讲吼，蒋老李什么蒋介石甲伊个代表啦吼，蒋介石将军甲伊代表来占领台湾澎湖，啊，代表民军接受日本的投降，吼，迄命令是安尼吼。唔是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啦，吼！啊，结果呢？因为吼，历史就变作安尼吼。1949年，啊，这个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打败，打败了，你啊走路啊，无你死命对无？啊，蒋介石变呐，伊就走来日本啊，走来台湾呐。1949年，台湾。啊，阁是日本的领土，因为旧金山合约也未签嘞啊，嘛是日本的领土啊。啊，所以蒋介石等中国吼、是中国人走来台湾，啊，这就是流亡啊，吼、走来别个国家、别个领土，啊，等于你流亡。所以1949年呢，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吼、啊，所以中华民国呢，伫台湾呢。有两层的性格啦吼，第一就是占领性格吼，啊，第二就是流亡的性格吼。啊，咱知影一个流亡的政府，那有可能统治一个整个的这个领土？吼，你达赖喇嘛伫印度流亡，伊无可能统治印度啊，无可能伫印度举行全印度的选举啊，无啊。啊！但中华民国伊那有法度，因为吼，伊即个占领台湾，啊，甲流亡台湾，家家做伙吼，啊，所以变作伊咧统治整个台湾啦。啊，其实就是伊是占领台湾吼、所以这变作吼，即、這个台湾命运的演变都变作安尼吼。啊，其实正确的就是讲，即、這个太平洋战争。这个美国征服日本，就是占领日本吼、啊，所以占领的国家呢，你就有法度处理战败国家的领土啦吼、啊，所以就是迄当时呢，日本本土啦吼、啊，就是伊的九州啦、本州四国吼、啊，北海道这是美国占领，吼、啊，包括奥克纳瓦嘛是美国占领。啊，台湾呢变作蒋介石占领，吼、哦，变作伊安尼分配就对啦，吼、哦。啊，咱不行就分配哦，蒋介石吼，啊，变作今仔日这个情形啦。吼、哦，啊，这就是讲迄个中华民国吼，诶、哦，这个代志，啊，甲这个国家，啊，甲这个政府的关系，吼、哦。啊，所以咱若讲吼，中华民国顶有台湾吼。哦啊，台湾顶有中华民国吼，这真危险呢。因为安怎呢？国家还是政府这个物件吼，会当继承吼。比如讲，你这个中华民国打倒清朝吼，清朝一切的这个啊资源、也不动产吼，所有这些财产会当继承啊，吼。啊，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赢中华民国，所有的物件伊拢会当继承啊。啊，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爬起来的时阵吼，较早中华民国伫欧洲只大使馆啊，拢互阿强啊接收的，因为会当继承啊。你讲这是中华人民中华民国的，啊，就是中国的，啊，就是我的，变作安尼。啊，所以你若讲中华民国顶有台湾，安尼真好啊。台湾就是阿强啊的，吼、哦。所以民进党安尼讲吼，是绝对唔对啦，吼、哦。因为中华民国对台湾并无主权，吼、哦。因为旧金山合约讲啊真清楚，就是讲。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主权的一切管理，哈、哦，这个放弃的这些管理要给什么人？无讲啊，啊，所以变作台湾的地位啊，无最后决定。中华民国啊，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伫旧金山合约，伊毋是签约国。他没有签字、哦、所以他对旧金山合约里面 的所有的权利他都没办法享受了，因为他没签字了、哦、现在说到这个国籍啦、哦啊、我们知道这个林志成先生、哦、在2006年、哦、他有去告这个美国政府、哦啊，主要就是讲，这个你美国伫旧金山合约内底是讲你是主要占领权国，吼、哦、，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哈、哦，主要占领权国就是讲你美国征服日本，吼、哦，啊你是主要占领权国，啊你主要占领权国来占领台湾。你用你一个代表叫做蒋介石占领台湾，啊，你对台湾有义务，吼、哦，根据战争法，吼、哦，这个台湾呢是你美国的未合并，伊叫做未合并的领土啦，吼、哦，台湾是透过中华民国，还是透过蒋介石占领，吼、哦，啊，唔是美国的领土。是未合并的领土，啊，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有义务来保护伫台湾的本土台湾人，吼、哦，伊主要论点啦，吼、哦，论点就是安尼。啊，美国的这个判官，吼、哦，这個、法官，伊讲，这个讲法呢，伊无法度调整，啊，确实有影，因为你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啊，吼、哦。啊！但是这个判官伊是咧讲吼，啊，现在呢是虾米人对台湾会当实施主权？这个问题呢是政治问题，唔是司法问题，吼、哦，这法院是安尼认定吼、哦，啊，所以将这个啊林志兴定这个案件呢就该搁置啊，吼、哦，就是讲。伊无法度来认定这个物件吼，因为这是政治决定，吼、哦、啊，所以咱即马知影台湾的问题需要美国国会还是美国总统啊出面才有法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啦吼、哦。啊，这是这个林志成先生吼啊，这个官司啦吼、哦。啊，咱知影这个1945年吼。哦咱伫台湾，即本土台湾人，拢是日本籍哦，吼、哦。一直到1952年，有一个叫做《立花条约》哦，吼啊，这个中华民国叫做《台北合约》哦，吼，就是中华民国甲日本签的这个合约。啊，合约安怎写呢？合约写讲吼，伫1945年。即本土台湾人吼，伫台湾有户口、有户籍，即台湾人呢，因的国籍呢，被看作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吼、
咱伫1945年以前，咱是日本国民、日本籍。啊，这个台北合约呢，甲咱体吼改变咱的国籍，咱变作中华民国的国籍，吼、哦，这是违反这个国际法跟战争法吼，袂当讲吼，迄、哦、当时台湾人差不多600万人，所有600万人的国籍规个变作。一夜之间变作中华民国啊！吼，这违反国际法啦！吼，啊，迄当时嘛，美国、英国拢有抗议啊！吼，讲安尼袂散吼。啊，但是呢，就是历史就是安尼来的吼。啊，一直到1972年，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啊，甲中华民国断交，啊，废除台北合约。废除这立法和平条约，啊，废除了后，咱的中华民国国籍啊，即嘛是变作安那，变作无国籍啊，就甲废除，日本嘛无甲你承认讲你是中华民国国籍啊，啊，所以这林志成先生的这个案件呢，美国的这法院的判官甲咱判讲，咱60几年来咱无国籍，吼、哦。这是真清楚，甲咱讲啊真清楚吼，咱无国籍安尼吼。啊，即马是毋是咱要休5分钟，还是要继续过来讲？因为剩啊半点钟啦吼，无咱慢休吼。啊，若有需要人，较家己去啦吼。啊，今仔我是想讲吼，啊，我这个题目呢。就是讲，咱等1920年到即嘛吼，2012年吼，哇，将近要一个世纪呢，将近100年啊呢吼，佫差8年尔吼。啊，台湾的命运吼，也无甚物改变啦吼。啊，即个各时代即个台湾人的精英吼，啊，大家拢真拍拼吼，啊，牺牲生命。牺牲时间、金钱，哈，为台湾，哈，啊，结果台湾目前的处境嘛是安尼，哈，啊，到底是安怎安尼，哈，啊，咱来看一下，哈，啊，唔是讲1920年代开始，台湾人开始这个啊抵抗日本哦，唔是，伫1920年代以前，哈，啊，台湾人。反抗日本的统治呢，是拢武装啊，武装起义哈。啊，即马即个啊，一出电影吼、啊，原住民的迄个电影吼，啊《赛德克》迄个电影，就是咧讲台湾人吼 啊, 啊，原住民武装对抗日本哈。啊，但是当即个1920年开始吼、啊，台湾人就改变啦。变作用社会运动来改变台湾人的这个想法，吼、哦，啊，改变台湾人啊是日本人的这个想法，吼、哦。啊，所以伫1920年，吼、哦，啊，有一个新民会，吼、哦，伫日本东京成立啦，吼、哦。啊，这个新民会是较像这个1970年代，吼、哦。伫世界即个台湾同乡会吼，伫美国、日本啊，即性质相同啦吼。这是日本留学生成立的一个新民会吼。啊，1921年吼，啊，咱知影即个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吼。啊，即个领导者呢，蒋渭水即医生啦吼。啊，甲林献堂先生吼。啊，成立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啊，主要是要靠这个文化协会全台湾呢办这个演讲吼、哦，四国演讲，啊，提升台湾人的这个视野吼，啊，对于国际问题的一个看法吼、哦，啊，1922吼、哦，有一个台湾议会举行同盟会吼、哦，啊，这是林献堂先生啊领导的吼。哦啊，台湾议会举行，这是日语啦吼，所以念落较袂遐顺吼。啊，这个同盟会主要是要求讲吼，日本政府你应该吼台湾人
参政哈，会当参加你日本的这个政府，啊，会当出来选举代表台湾人哈，做代志代表台湾人发声安尼哈。啊，林免堂先生就是台中哈，啊，无方的这个望族啦哈，啊，是台湾五大家族内底哈，哎，一个大家族哈。啊，1926年呢，啊，有一个台湾农民组合哈。啊，领导者就是江杰赵刚吼，啊，这农民组合呢，主要是屏东吼，啊，屏东迄个时阵呢，大部分农民是种甘蔗吼，种甘蔗啊，互回虾，回虾蔗糖，啊，蔗糖了较外销吼，啊，因为回虾呢欺负农民吼，啊，你这个甘蔗咧侵崩的时喏，拢甲你偷安尼吼。啊，所以啊，农民有一句话就讲：第一公哈，种甘蔗回社帮安尼哈，啊，都、就是变作安尼哈。啊，这个干建呢，伊是一个小学老师，啊，到尾死掉哈，啊，全部时间领导这农民哈，啊，运动安尼哈。1927年呢，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哈。啊，一部分的人呢，组织台湾民众党吼，这是台湾政治史内底第一个政党吼，唔是民进党，是台湾民众党吼，第一个政党吼。啊，1928年呢，台湾有一个共产党吼，伫上海成立啦吼。啊，1930年就是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吼，啊，要求参政吼。啊，林免堂先生、蔡伯辉先生吼，即、台湾精英啊领导的吼，啊，即个政治社会运动吼，伊、主要要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吼，唔、是要求台湾人要独立、要分离吼，唔、是即个意思，因为迄当时的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就是日本籍吼，虽然是日本的殖民地啦吼。但是台湾到1945年4月初，日本天皇的诏书开始吼，啊，台湾变成做日本啊实施这个宪法内底的一部分咯，变作是日本的正式的领土了吼。啊，这个伫只运动内底吼，啊，受到日本政府吼，啊是警察的这个打压、判刑、坐监的吼。真济啦吼，我这是写几个人名尔尔吼，啊，这拢真优秀的这台湾人吼。啊，咱知影这偌好意思吼，彰化人吼，在座毋知有彰化人无吼？彰化人真尊敬伊吼，伊是一个医生，啊，但是也是一个文学家吼，伊写真济小说吼，真有名的小说吼。啊，拢同情这弱势的这个啊台湾人吼。啊，有一天呢，差不多离到尾要过年吼，哦，伊摕一沓啊这个孝单啦吼，因为伊看病人吼，啊，古早大家经济较无好吼，大病较有去找医生吼，啊，找医生拢严重的吼，啊，伊嘛付袂起啊，付袂起啊，欠孝啊，啊，就孝单吼。啊，罗浩先生迄天呢，哇，孝单几大沓呢，啊，摕起来看看，伊讲哇，我这孝单若收倒来吼，啊，今年嘛祝好过年个呢吼，结果伊笑鬼面呢吼，到底这孝单要去收啊，唔去收吼，啊，过面呢，伊将这孝单几个烧掉吼，都无去收啊吼，伊是讲我一个人歹过年无要紧吼。啊，遮济人歹过年也较唔好吼，所以无收，所以伊是一个真有领导的一个医生吼。啊，伊早死啦吼，啊，所以过身出葬的时阵哦，哇，遮彰化人啊，大家拢徛伫路里那个丧安尼吼，大家真个尊敬吼。啊，1934年吼，有一个太阳殿啦吼。啊，咱在座有一个画家，一个大画家一只吼。1934年，这个太阳展吼，这就是台湾人的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啦吼。过去台湾这画家吼，
因要出名吼，因图呢爱摕去啊东京吼，啊受到这个日本人的评审委员吼，诶这个审查通过，那入选哇，报纸报啊吼，啊都有名起来吼。啊，因认为讲安尼唔对吼，咱台湾人家己来评审咱台湾人的图，安尼就好啊，所以成立一个台湾展吼。啊，其中这邓紫棋呢，这不应该伫这个所在，因为邓紫棋哈，伫1930年就过身啦哈，所以这个无伫遮啦哈。啊，邓紫棋真早过身，吼，26岁就过身啦，少无出来吼，一个真优秀的这个油画家吼，啊，伊照顾真侪即个留学日本的学生啦哈，廖家春、李就桥，即个人拢伊照顾过的人哈。啊，即个名呢，哦，拢鼎鼎大名的台湾画家吼，大家爱记条咧哦。即个人吼，因的图呢，即马伫国际拍卖吼，唔是几千万咧，是几亿个咧。所以可见呢，1930年代即台湾人的画家、艺术家，都相当优秀的迄、那个成就啦吼。啊，所以1930年代就是台湾文化艺术哈，诶，这个黄金时期哈。啊，陈林波哈，这嘉义人啦哈，伫1947年二二八的时候，和国民党枪杀哈，哎，陈林波哈。啊，1941年哈，咱拢知影，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啊，日本轰炸珍珠港。啊！美国向日本宣战，吼、哦，所以太平洋战争开始啊！吼，啊，迄当时呢，台湾人真侪优秀的家庭环境好的，啊，走去在日本留学啊！吼、哦，真像即个60年代、70年代台湾人走美国留学去日本留学，同意思吼、哦，因为迄个趋势啊，拢走日本吼、哦，啊，留学了呢，啊，走去无转来台湾。就走咱中国华北去啦吼，因为迄当时日本伫中国华北成立满洲国，啊，你成立一个国家吼，需要足侪人才嘛吼，啊，所以台湾人就走去遐，真侪机会，啊，伫华北哇，台湾人有4000-5000个呢，不止遐侪吼，啊，大部分是医生啦吼，但是呢。因去到中国呢，唔敢讲因是台湾人哈，拢讲因是白痴啊哈，啊来暗示讲是台湾人安尼哈。啊，即个无法度去日本呢，啊要安怎呢？无法度啊，战争开始啊哈，啊真侪落乎日本调去做军夫，调去做兵的哈，啊去南洋作战，啊结果呢，大部分拢无转来，几啊万人拢无法度转来。我死伫遐吼，死伫遐无法度转来吼。啊，其中有一个原住民吼，战争结束了10几年啊吼，10几年以后才回来吼，回来台湾，因为伊秘伫迄个深山啦啦内底啊，伊毋知战争已经结束啊，啊继续作战啊吼，啊所以原住民足厉害吼，有法度活10几年伫树啦内底吼。你看，唔知安那活啊哈，哎，啊，1945年啊，这个日本甲台湾哈、啊、战败啊，啊，伫中国即个台湾人哇真欢喜哈，啊，我们胜利啊哈，啊，就要回来台湾接受台湾哈，啊，回归祖国哈、啊，真欢喜安尼哈，啊，结果呢，2年后。你欢喜是欢喜，我照台啊哈，开始这个二二八大屠杀哈，啊，这台湾人呢，因这个祖国梦破去哈，啊，变作咧促成台湾，想讲台湾应该变成做一个国家哈，迄、啊那个想法伫这时阵开始哈、啊，啊，这个数字啦哈、啊，到底二二八杀死偌济人哈？啊这个郝柏村讲无啦，你500个尔啦吼，哪有可能吼、哦？根据这个美国迄个副领事约克夏的吼、哦，伊是讲至少有2万人吼、
枪杀啦吼。啊，我想真侪人讲唔命啦吼。啊，但是迄当时走路政府也无统计啊，伊都变变了人了，台死也无甲你算遮人嘛吼。啊，所以唔知影吼。但至少吼，两万人以上啦吼。啊，即台无死，即台湾精英命啦，啊走路啊，啊无爱避啊，吼。哦，像这个吃蒜头杨克宏啦，哈，这是台中人哈，伊是台湾的共产党哈。啊，吃蒜头哦，真无简单哈，伊是台湾女性哈。诶，伊出世厝内散家，封做养女哈，啊，卖来卖去，啊，养女无可能让你去读册啊，哈。迄个年代查某人袂使读册哈，啊，所以无读册。但是伊靠家己自修吼，到尾嘛去到莫斯科大学去读啊，吼，真无简单啦吼。啊，伊国民党当然要甲掠啊，因为共产党啊，啊伊爱走啊，哎，啊伊要哪走，我足巧的吼。伊讲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啦，啊，所以走去高雄左营的这海军港吼，去坐中华民国海军的战舰吼，坐去中国吼。我真厉害吼，啊，怎啊走去中国？啊，到尾嘛，互中国人哈，解迄个批斗吼，啊，死伫中国吼，啊，死的时嘛真凄惨啦吼。所以无了解中国人就是安尼吼。啊，咱知影廖文杰吼，即云林的人，云林的望族，哇，即个望族啊，真无简单吼。即个云林的廖家，出山哪哪呢？六个博士呢？哦，美国的博士哈，廖文彦本身嘛是第一博士哈，啊，伊走日本啦，走日本要重视台湾独立哈，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国民党爱甲你啊，哎，人伫日本里面甲你啊，啊，国民党就照要求啊，我掠你袂着，我掠你兄弟啊，哈，掠你娘嫂啊，掠恁孙啊，掠恁囝，总掠就对了哈。啊！你的财产呢？伊个大家族啊，财产足济啊，总没收。啊！家己也问伊讲安那呢？讲你要转来无？啊！若无吼，恁遮亲情啊，枪毙呢？吼，判死刑啊，枪毙啊！各位啊，你若廖文杰，看你要做一个决定吼、哦，你是要为着台湾继续坚持落去，还是要让你遮兄弟啊吼，和国民党枪毙？哦，啊，财产没收，你要怎决定？啊，所以廖文杰嘛想过难眠吼，到尾嘛无法度转来啊，转来就因遮兄弟啦吼，啊，使用的变无期，无期变吼，即、這个有期吼，啊，关几冬就放出来安尼吼，啊，财产一部分还伊啦吼，啊，伊呢廖文杰佮派伊石门水库。去顾迄间水库安尼吼，伊是朴树去顾水库吼，啊，到尾转来嘛真郁准啊吼，啊，无偌久就过身吼，啊，即真优秀的台湾人吼，就是安尼吼，啊，即苏明先生吼，咱拢捌听，学医生吼，九十几岁呢，即马也乖啊吼，较无法度啊吼，嘛啊，搁咧做台湾独立运动吼，真无简单，一生就是拢服台湾安尼吼。啊，这个二二八了后，国民党嘛要甲掠啊，吼、哦，伊嘛是讲唱一挂唱要起来弹蒋介石的吼、哦，啊，去用发功吼、哦，国民党要甲掠，哇，伊还走路啊，啊，要哪走？吼、哦，伊嘛真牛嘞吼。迄、哦、当时呢，台湾都出产金蕉吼、哦，啊，金蕉外销日本，啊，来一大家人吼、哦，啊，装货吼。哦啊，一挂鱼，一挂船呢，就是运金蕉去日本啊。啊，金蕉较早咧用迄个竹篮啊，吼，啊，一篮一篮安尼吼，啊，伊就加做捆工吼，啊，吞木梯安尼吼，啊，就外去当时作用的啦吼，金蕉安尼一篮安尼摸咧吼，啊，就爬去个船顶吼，去个船顶了，伊就避咧，避到船顶内底吼，啊，船到日本呢，啊，跳船啊，吼。跳船伫日本啊！啊，跳船了呢，我日本警察就甲掠着啊咧吼，掠着准备要送倒来台湾啊咧，我送倒来阮死个吼。
啊，结果呢，国民党有一张公文呢，要通缉这个苏明啦。这条公文发去到日本吼，啊，日本就讲，哎，啊，这个要用通缉，这是政治犯啦，吼，啊，所以因为这张公文呢，这个苏明先生受到日本的政治庇护，从啊留在日本安尼吼，所以国民党救到苏明安尼吼。这条故事啦，吼、哦，吼、哦，啊，伊救四救，啊，主要有讲过吼、哦，啊，将我介绍，甲伊集团流亡台湾，吼、哦，啊，伊救四救年呢，照讲中华民国已经伫中国死亡啊，但是1950年过一年吼，拄、哦、拄可能上一堂课吼、哦、有讲吼、哦，国民党这个将我介绍伫台湾。佫挖起来，安那挖起来，伊讲伊要复兴四世吼、哦，要倒转来做总统啊，哦，伊就复兴四世，就做总统啊吼、哦，啊，就开始这个白色恐怖吼、哦，最惨烈的迄个时阵吼、哦，啊，这个迄、那个时代真侪台湾人吼、哦，特别是即卖年纪吼、哦，70、80的遮的台湾人，我即卖较了解吼。哦因迄个年代的苦闷啦吼，因受的教育是日本教育啊，讲一套的真好的日本话，写真水的台湾的日本文章，到国民党来，遮拢袂用着，哪会教的咧？吼、哦，看有够物质无啊？吼、哦，啊，1952年呢，旧金山合约吼、哦、，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吼、哦。啊，生效啊，台湾呢，伊个地位就变作未定了吼。啊，所以1950、60年代啊，真侪台湾人啊，去美国留学，去日本留学，啊，伫各地成立独立运动吼。啊，1957年哦，开始选举啊吼，啥物新议会五虎将啦吼。啊，1964年吼。啊，平民先生甲伊两个学生吼，魏登条甲贾聪敏吼，魏登条已经过身啦吼，啊，有发表一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啦吼。迄、那个年代呢，是反攻大陆的年代吼，反攻大陆去。啊，你话讲反攻无望，啊，这太头罪啊，所以平民先生就去用掠起来，国民党给掠起来。啊，因为伊伫国际上真有名吼，啊，所以唔敢甲判刑，甲软禁啦吼，甲禁伫因家，哇，禁5、6年吼。啊，伊感觉讲伊生命受到威胁吼，伊想讲要走离开台湾。迄个时代吼，戒严时代，啊，你门口拢有徛卫兵呢，你甲你监视呢，啊，你要安怎走？我伊嘛真牛，我台湾人遮济牛人吼，后来伊就想一个办法吼，伊即摆就逐工徛伫伊个客厅个窗仔口遐吼，啊，互监视个人看吼，我阿伊就有伫遐咧吼，啊，就开始流喙手、流头毛安尼吼，我拉久来就胡须啊吼，胡须头毛啊足长个吼，有一工暗时呢。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做 Thornberry 吼，伊也好酒的啦吼，我来来个拜访哈，啊拜访了呢，啊就转去啊呢，结果转去的呢，唔是这个宣教士转去，是平民先生硫酸哈，啊隔天天光啊，哇，这个宣教士就徛在窗口遐哈，互监视的人看讲，啊就平教授啊，佫徛伫遐。好势好势安尼，结果人飞去个瑞典 Stockholm 嘛，啊，这监视的报告啊，佫照写吼，啊，无时无刻佫徛伫遐来创啥安尼吼，哇，迄个真厉害吼。啊，1970年吼，啊，这个台湾世界独立联盟成立吼，啊，即个成员啦吼，即马大部分拢转来啊吼，啊，转来了就投入去选举啊吼。啊，有做立委的啦，有做市长的啦，吼，真济吼。哦，1970，啊，即我拄仔有讲过啦，吼。啊，1971年呢，咱要了解吼，咱洪教育讲是中华民国被
联合国区都出去吼，其实毋是吼，迄、那个联合国迄个国语文呢写甲真清楚，就是讲蒋介石甲伊个代表被驱出联合国吼。中华民国这个席位呢，并无驱出啊。中华民国的伫联合国的代表还阁留咧吼，只不过中华民国名换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哦。啊，所以即马真侪台湾人话讲，哇，咱要等于联合国吼，啊，要去即个申请加入联合国，啊，你无可能啊！伊中华民国咧已经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啊。你不可能再回去啊，人都有位在那裡嘛吼，所以咱家己拢无啥清楚安尼吼。啊，1975啊，蒋介石就死亡啊。啊，77年，中路教会林权双言吼。啊，78年，蒋经国呢继续统治独裁吼，台湾安尼吼。啊，79年，哇，真侪代志发生吼，即、這个美丽岛事件。哦，啊，拄拄啊讲的即个中华民国甲美国断交，啊，即、這个断交了呢，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哦，台湾 Relations Act， 哈、哦，诶、欸，啊，一个国家的国会那通过一个法，哈、哦，啊，来和台湾发生关系，就是证明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哈、哦，你若是台湾是一个国家。就变成美国甲台湾，啊是甲中华民国有一个条约，国甲国来条约啊。伊毋是伊通过这个台湾关系法，变成就是美国国内法，吼、哦、啊，所以证明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吼、哦。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呢，你讲，但1979年正月初开始吼、哦，中华民国这个名无去啊。哦、台湾该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变成台湾治理当局。啊，所以伫台湾的选举呢，照讲呢是咧选局长啦，唔是选总统哈、哦。因为你是治理当局尔哈，无虾米总统，你都唔是一个国家。哦，啊，86年，这个民进党哈、哦、啊成立托巴党禁哈，有诶无诶哈，真侪哈。啊，1979年啊，拄我有讲吼，即、哦、海外即黑名单，大家陆陆续续就转来吼、哦，啊，转来大部分拢判刑就对啦吼、哦，关5-6个月，一颗罚金安尼吼，啊，转来了，大家拢投入双股吼，伫、哦、海外即带动运动，啊，因的宗旨就是讲第一条，要用一切的手段。打倒中华民国，吼、哦！啊，即卖咱倒来台湾啦，用一切手段投入去台湾中华民国的选举吼，或、哦、者180度的转变吼、哦。啊，1975，啊，你定位着中华民国的总统啊，吼、哦。啊，到1991年吼，即、哦、一个活动啦，吼、哦。啊，1996吼、哦，你定位变成做。中华民国民选总统啦，哈，就是民选当局的局长啦，哈。啊，2000年啊，咱怎啊变啊？吼，哇，做总统足欢喜的，吼、哦，我嘛足欢喜的，走总统府遐吼，吼、哦，去甲安尼拍波啊拍啊，哈。啊，结果呢，伊这个正面运动未通，哈、哦，要靠选举来改变台湾的这个政治，哈、哦。无可能哈、哦，啊，所以唔了无可能，家己呢，有国民党拍来乌罗哈，即马佫关伫乌罗内底吼，啊，真可怜哈、哦，这条路袂通啦哈、哦，所以无可能靠这个中华民国选举哈、哦，要把台湾变成做一个国家哈，迄袂当哈，啊，拄拄有讲哈、哦，这个2006年这个抗美的这個案件哈。哦伊这个论述啊，照我了解，就是1945年以来吼、哦，我所看过上正确的这个论述吼、哦。而且，伊这论述加提起美国法院去挑战美国吼、哦，诶，真啊无相当的把握吼、
你敢讲？你去告一个美国政府呢？这是全世界上有力的政府呢。啊，告美国政府还请美国律师呢。啊，美国律师还摕美金呢。这不是开玩笑的吼。啊，去告呢？啊，结果告了，结果照我看是赢呢。虽然无讲甲你判讲你台湾是安怎吼，但是是赢吼。第一吼。伊这个破卦文啊，离空三年后啦，你看空九年的破卦文，佮写个真清楚吼。即我简单提出来这一两条吼。伊是讲，这个破卦哪写？伊讲，伫过去六十几年来吼，啊，台湾人民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啊，无有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吼，恁拢无佮认知这政府是恁的政府啊，吼。啊！伫国际社会中呢，咱无一个确定的地位。咱到底是中华台北，还是倒位的代表处，还是咩驻啥文化啥物处？规大堆名吼，国际是无一个确定的地位啦吼。啊，但是伊是咧讲，啥物人对台湾行使主权，这是政治问题，毋是司法问题吼。所以无法度。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判断，吼，所以结论是安尼啦，吼。所以得到这个结论就真无简单啦，吼。啊，表示讲咱目前的处境就是安尼，吼。啊，无国籍安尼，吼。啊，所以美国啊一再甲咱讲，吼，等你讲控诉你，吼，这国务卿 Power 就讲啊，吼，台湾无享有。一个国家的主权吼，伊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吼。吼啊，控六年、控七年，拢安尼讲啦吼。啊，所以，即是咧讲吼，即、這个台湾的目前的主权吼，是一个政治问题啦吼。啊，即马咱要安那处理即个问题吼？咱即马就是讲，伫美国。这些人呢，应该是向美国这个国会议员去游说，让他们在美国国会有法度提案吼，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吼。啊，最近的论述，当然林志兴先生伊是讲吼，你日本放弃对台湾偏俄的一切管理，并无放弃这个主权，所以台湾的主权呢？游玩在日本天皇的手内吼，啊，但是台湾的管辖权，根据战争法，是美国的手内，啊，所以台湾问题才复杂啊吼，干涉到美国，干涉到日本吼，啊，所以即马就是讲，美国照讲呢，爱 initiate， 爱开始来处理这个台湾的问题吼，日本自然就会。会对来吼，因为美国是战胜国啊，吼，伊讲的较有算啊，啊，所以咱即马知影吼，至少美国甲日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关键的所在吼，啊，台湾民政府这条路是正确啦吼，啊，但是咱即马到第三十届吼，咱的这个学员吼，差不多训练。个千八个尔吼，你讲千八个变啊，何必讲啊？开始对台湾的问题来处理，啊，阁袂吼？咱至少啊，几万人吼，这个力量，这个声势，靠我都起来了吼。啊，所以咱即摆就是讲，伫遮听课以外，咱转去啊继续讲吼。啊，咱的朋友、亲情、咱的囡仔，啊，就是爱讲遮论述。哦，较侪人了解吼，啊，愈侪人了解，这力量就有啊吼，这就是 people's power 哈，人民的力量。啊，最近中东哦，遮侪变化吼，埃及啦、利比亚啦吼，足侪只国家拢开始变化吼，遮独裁者拢倒吼，啊，就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站出来。咱若有法度动员五十万人，
伫台北市总统府前，你甲徛一礼拜一个月，我保证中华民国倒，绝对会倒。啊，咱就无法度吼，即、這个论述还阁无够安尼吼。啊，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啊，过两分钟吼，若有看有啥物代志要互相啊交陪、互相分享的吼，啊，两钟的时间吼。啊，若无，咱就爱准备要食饭啊！吼。各位同学，敢有啥物问题要提问呢？那无，咱就下个准备楼卡食饭。起立，今日，请坐楼卡食。